GPD WIN Max 上上电脑游戏机，和 iPad mini 差不多大的，但是却能流畅玩很多大型 3A， 而且是打开上手机玩，不需要复杂的设置，因为冰湖 i5-1035G 其处理器性能过于强大。这次演示的游戏是人王，人王这款游戏和智囊类似，目前也没有其他厂商游戏机能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低画质 720p 分辨率下， WIN MAX 原人王基本稳定在30帧，而且这款机器还内置雷电3接口，可以外接显卡扩展坞，不仅可以外出便携当掌机，回到家还能当大型 PC 使用。他以前就是在联创拿的，他现在出来的。下面我们连接到显卡坞上，重新进入游戏后，发现游戏画质全部拉到最高，也可以60帧全速运行了。